青青，陪我喝一杯。大中午的，喝什么酒啊？你看啊，有美味佳肴，有美人，有美人，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呢？敬畏郎。 我可算是看明白了，你那么好心的想服侍我，原来你安的这个心啊！没有，青娘子，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。青青，闭嘴！你没有，你不懂，你没有的是什么？你不懂的又是什么？青青，只是听个曲子，何必呢？听曲儿？嗯，你是听曲儿还是看人啊？你当我眼瞎呀？在我跟前跟人眉来眼去的，你收拾东西给我滚！ 青娘子，你行行好，我若是走了，赵郎会打死我的，我的奴籍在他手里，我能走到哪里去呢？青娘子，你行行好吧。再不走，看我怎么打死你！青青，你别冲动！你给我滚！青青，别冲动！青青，你让我再看到你！快走啊！来，青青，再不走我也顶不住了啊！不是打他，打他！别，青青，快走！青青。 别让我再看到你！别再回来了啊！别打他，别打他！别，走了。啊，好累啊！我说，你泼起来也是一绝呀。你以为我容易吗？这很累的。 难怪我那些姊妹经常抱怨，说在府里纷纷扰扰。也不知这样能不能让他消停两日。不好说，赵冲应该给他下了死令。我今晚就得走，我会把庄月带上。陆源这边，就靠你撑住了。你安心去办事吧，我可以的。若是有事。 你就哭，我便会知道。那万一你有什么紧急的事，可怎么办啊？相信我。有哪里不妥吗？ 没有，很妥。世子，一切都已准备妥当，可以出发了。走吧。你小心。